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简单且好看的景点，既有渐变色的红色云海，还拥有美丽的冰淇淋山，非常适合小情侣来这里打卡拍照。话不多说，上教程。首先我们来到滑行赛道，必须是滑行赛道才可以。这里串了个小黑帮我们点火，然后我们去前面这里坐下开门，因为他帮我们点了蜡烛，所以我们要感谢一下他。门开了后我们就下去，一直往前面走。注意，这里就是我们待会要飞上去的地方。落地滑步状态，直接起飞，一直往上滑，轮盘抬升高度。如果是双人的话，可以在底下背背上来，三人来的时候注意一下能量就可以，也是非常轻松的上来了，也是非常的好看，可以多调整角度以及位置打卡拍照。相信各位应该都学会了这个好看且简单的景点吧，快带上你在意的人一起去打卡吧。早期黎明龙被人训，现在我只有四个亿，底下的三龙已经到来，我的充电宝因为不相信我选择罢工了。众所周知，滑不起飞可以飞行速度更快，用最少的翼飞出最远的距离，空中点击旋转动作可以完成速降，可以帮助我们躲避明龙攻击，非常的帅。并且龙的头部有风可以给我们提供加速，我们从高处滑不下去，趁龙头的风获得加速，然后拉开距离，把以上这些东西都结合起来试试。
滑不起背后随意滑动屏幕螺旋都会吧，那么恭喜你贵姓荣了。滑不起飞螺旋空中放烟花对于各位也都会吧，那么恭喜各位会空中烟花螺旋驯龙啦。滑不起飞后滑动屏幕螺旋非常简单吧，随后打开动作栏找到梦想记旋转动作有手就行吧，那么恭喜你会螺旋速降三龙啦。踩出滑步飞出去，滑翔模式切换成垂直模式，然后轮盘往下拉按住后切滑翔模式，不难吧，恭喜你会弹射迅猛啦。关于你们喜欢的博主不会火失恋觉得丢脸，于是直播学习火失恋，那就直接看成品吧。手里还能感受到